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聚冠医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口罩生产车间，看一下我们这种一次性医用口罩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来到我们原材料存放的仓库，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 通过这个合格供应商提供的这个原材料，在经过这个入库前的质量检验之后呢，都会集中存放在我们这个原材料仓库中。那么仓库中的这个材料呢，是根据这个材料的种类分别进行这个堆放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右手边看到我们这个生产口罩主要用到内外层材料的无纺布，远端呢可以看到生产口罩过程中需要的这个弹性耳带线。 和这个鼻梁条、塑性的鼻梁条等等，那么在我们左手边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我们这个口罩最核心的中间过滤层材料，所谓的熔喷无纺布。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原材料堆放的位置呢，在每一颗物料的旁边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物料卡。那么这批物料，这个物料卡呢，会在每一批原材料入库的时候呢，详细记录它的这个入库的时间和批次信息，并且在出库的时候呢，登记它详细的领用人和领用的数量和这个结余的库存数量，这样呢做这样一个详细的记录呢，是为了方便我们质量部门能够对每一批口罩进行一个质量追溯，它可以在从每一批口罩的批次号中反溯到。 带大家来到我们医用口罩的这个生产车间，可以看到我们医用口罩的生产呢是在一个洁净间内进行的。可以看到我们左侧的这台口罩机，这是一台一拖二的全自动的平面口罩机，它可以完成从材料的折叠、熔接、耳带线和鼻梁条的压接等等全部的这个加工工序。 那可以看到，口罩机的最前端的材料输入端，那在这里，口罩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这个内外层的无纺布、中间过滤层的熔喷布以及鼻梁线等材料的这个一次性的输入。无纺布等原材料通过口罩机的这个输入传动装置送入到超声波熔接的位置。 将几种材料，包括包裹成型的鼻梁条进行一个超声波的熔接。熔接后的材料送到后面的切刀的位置，按照此设计的尺寸切出完整的切片。可以看到，远处传声带送出的已经是完成切片的一个口罩的本体。切片呢，通过传声带送入到两台耳带线的这个焊接装置。 可以看到，口罩两侧的耳带线可以通过一个耳带线的焊接装置一次性焊接完成。这一个工序完成后，终端送出的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口罩。
在整理口罩的过程中呢，除了进行基本的整理之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动作来检查成品的基本的质量，包括耳带线的焊接牢固度，确保下线口罩在这两个方面的质量合格。那从口罩机下线的成品呢，就可以进入到内包装袋的工序。可以看到内包工位的工人正在按照规定的数量要求啊，进行内包装袋的一个动作。根据客户要求的不同呢，内包装袋的装袋数量可以是10片、50片等不同的这个包装规格进行。目前看到的这个批次的呢，是根据订单要求按照50个每袋的要求进行了装袋。装袋的工作完成后，就进入到内包袋封口的环节。可以看到封口完成后的内包袋封口处，可以看到生产的日期和封口的这个有效期。内包封口环节主要控制的是内包袋子的这个封口的密封效果，确保不漏气。这个完成内包封口的产品呢，就可以进行转出洁净间，进入到外包间进行外包装的作业。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外包装间。这个外包装间主要完成呢，我们从洁净厂房传递出来已经完成内包的产品的这个外箱的装箱和产品信息的一个登记。我们看到从传递窗取出的这个完成内包的产品呢，会在这个车间内按照这个订单的数量规格要求完成这个外箱的这个装包过程。那么在这个装包的过程中呢，我们对每一款产品每一批次产品的生产日期和品名规格、生产的批号，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员等等信息进行一个逐批的登记，以完成这个产品的一个可追溯性记录的一个建立。这样确保每一批产品出货之后都可以从登记信息里面追溯到每一批的这个生产日期和这个操作员。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检验实验室。我们知道每一款口罩在出厂之前呢，都要完成它的这个质量检验。根据这个法规的要求和公司内部质量控制的要求呢，这个无菌型的口罩、非灭菌型的口罩在出厂前呢，要除了要完成它的这个物理指标的一些测试之外呢，还要完成微生物指标的检测，确保每一批产品的这个微生物含量达到或者满足既定的这个质量标准的要求。对于灭菌型的口罩呢，在出厂前，在灭菌之后完成解析之后，还要完成这个环氧乙烷残留量的检测。那么相关的检测项目呢，在公司内部是依照公司既定的这个质量规范来进行，由质量部门依照抽样的规则对每一批次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在我们现在右手边看到的是一个这个口罩的物理性能的一个检测。那么这个物理性能的检测主要包括口罩的这个尺寸、外观和这个耳带线的焊接的这个强度的检测。同时我们对这个生产车间的这个环境参数，包括这个纯化水的各项指标和这个空气中各种菌落的指标进行一个质控的检测。我们在这个产品出货之前进行产品质量质控抽检的过程中呢，所抽检的样品会分成两批，一批呢会根据这个产品的种类不同、抽样数量不同，去流出足够数量的样品进行一个留样。那么在我们这个抽检的样品通过检测合格之后，那个予以放行出货之后呢，同批次产品的留样样品呢会被封存。那么根据这个留样观察制度的规范的要求呢，我们会对留样的样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验，那么以便跟踪这个同批次产品的这个质量性能，包括这个密封袋的密封效果和微生物指标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观测。那么这样呢，便于在发现同批次产品如果存在质量瑕疵或者存在这个质量风险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留样产品的这个批次信息及时的向市场端
发出对这个出口产品的召回或者是后续的处理措施。